澳門特首何一誠委任第七屆立法會七個議員，獲委任的七個議員包括澳門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馬志成和龐川、澳門行政會委員邱廷彪、澳門文化遺產委員會委員胡祖傑、澳門培正中學校長高錦輝、故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陳浩昇和澳門中旅社董事長張建宗，連埋上個星期選出的14個直選和12個間選議員組成新一屆立法會。